因为有些时候是偷拍的，因为很多你要是直的去，没有理由的去拍别人，别人肯定不会给你拍了，那就说你干嘛？干嘛拍我？对，所以就可能就会躲了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，可以拍到他自然里面。基本上都是偷拍。偷拍是吧？那今年就是2003年有什么就是愿望吗？或是有没有什么打算呢？今年。2003年。现在是生活压力，基本上，就是如果说是。小草有什么活动的话，我还是会继续参加。好，谢谢小红，谢谢。带纸巾，你可以拿上，知道吗？